花儿开得妖娆，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？问天无语月儿笑，花月相望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深情无以报，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，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陕西机器织布局停止筹建。啊？不仅是沈家，包括胡家也退股了，直到今天，没有任何一个商户愿意入股，所以筹建宣告失败。哎，这必须得有20万两白银，才能建机器织布局吗？织机，再加上纺纱、染纱、压花、提花，包括锅炉、器炉等等，都要从英吉利订购。总共换成英金需要42416磅，再加上运脚、保险，核算起来正好20万两白银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100两一股对于陕西的商人来说算是什么？为什么就没有有识之士呢？也许一时半会儿大家还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吧？不能理解，这都什么紧要关头了还不能理解？如此的腐朽，如此僵化，如此的荒谬，我们认了。赵大人，机器织布局的20万两白银，我们吴家全认了。你再说一次。机器织布局不能停。这可是20万两白银啊！我相信，只要机器织布局开起来，这20万两白银一定会十倍百倍的赚回来。到那时，今天这些犹豫的人全部都会后悔。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了才几个月，已经开始盈利，而且这对国家来讲也是大好事一件啊！这名利双收的事情，我为什么不干？可你就不怕那些谣言成真？赵大人，我爹是个赌徒，我呢多少也有几分赌性，这件事情我赌定了。好，我和你一起赌，继续筹建。那我赶紧回去筹款，吴家还有两位叔叔呢，要说服他们说不定还费一番口舌呢。先告辞了。啥？哎，周莹，你刚才说啥？周莹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哎呦，二叔四叔，这事儿吧，
我的确是有些冲动，没跟你们商量就一口答应下来了。但我们吴家一定是捡了个大便宜。什么大便宜啊？你这是在祸害我们吴家。四叔，你这话从何说起？你效仿洋人就是为我们吴家丢脸。我以前走江湖的时候，谁要是功夫比我好，我就向谁拜师学艺，这可一点都不丢人。周莹啊，你得清楚，2000股就是20万两，我们吴家哪来这么多银子？公账上不是还有10多万两银子吗？这大半年代理土尔丹的生意也有几万两银子的进账，此外账上还有一些周转的银子，我再把今年的棉花订单转出去，另外西院还有一些空置的商铺，中院还有一些地，加起来正好够20万。哎呀，疯了！我看他是疯了。二哥，他把我们老吴家全部家当他都搭进去了。20万两投进去，2年那就是40万两，3年就是80万两。哎呦，周莹啊，只怕你今天投进去的是20万两，到了年终就成了2000两，到了年底就变成200两了。相信我，这机器织布局一定是吴家未来30年里最赚钱的产业。什么呀？什么生意啊？你这是赌。对了，这就是赌。但我这次赌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天时。连朝廷都在学洋人造洋枪洋炮，我相信这机器织布局一定不会输。周莹哎，十赌九输。哎呀，二叔，你说句话嘛。二哥，你说，你说。周莹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先认200股。哎呀，二叔，趁着现在朝廷给了这么多离税的优惠，趁着市面上只有一家上海机器织布局能跟我们争利，趁着大家还没有醒悟过来，要认咱就全认。周莹，你得清楚，20万两可是我们吴家所有的家底呀。是啊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。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我也不同意。二叔，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已经答应赵大人。答应了也不行，这么大的事儿必须由咱们三个统一做主。这赵大人已经在着手订购机器了，我们现在撒手不管，他要是一生气做出什么事儿来，那我可就不知道。看看看看二哥他都干了些什么呀，你说。让我再想想。20万两银子，那周莹是把咱们吴家往败家的路上领了。哎，二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千万不能依着他啊。可他的背后有赵大人撑腰。那你说吧，怎么办？我倒有个主意。说，如果周莹不是吴家大当家的，那么他说的话就不能代表吴家，也不能做吴家的主。至于他在赵大人面前吹牛，认多少多少，那他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不让周莹再当这个大当家的了？对。二哥，这个有点不大妥当吧？为什么？你听我说。虽然周莹在入股这件事情上办得有些鲁莽，可周莹自从当了我们这个家，咱们吴家的生意是翻了一番多呀。再说现在又招来托尔丹这么一个大客商。你说的没错，周莹的脑子灵，
胆子大，开拓家业的确是一把好手。是，但问题就在这儿啊，脑子太灵，胆子太大，赌性又强，轻率冲动。我们吴家发展到今天，已经上了轨道，他这个性子不适合当家了。那你说他不当这个家，谁来当呢？要我说呀，谁当都行，但关键是性子得沉稳，办事老道，绝不能莽撞蛮横。老四，你说呢？我明白，我明白了。是这样，二哥，再找周颖商量商量啊，劝劝他。如果他退了这个股，这个家他继续当；啊，如果他硬顶着跟咱们干，再说，咱们再说。行吧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快说，先斩后奏，反正钱都是他管啊。这么干不符合规矩。但是少奶奶，如果你下定决心，我没意见。如果我还在跑江湖，那什么规矩都拦不住我。可我现在是吴家的大当家，我也是大都这么干，那底下就全乱了，不能怎么干。你们说，我要是请个人来给二叔四叔讲讲这机器织布局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们会回心转意吧？我觉得可以试试。二叔四叔，里面请。来，里面坐，坐。哎，周颖，你这是叫我们来干什么呀？我今天啊，专门请了一位先生，来给两位叔叔讲讲机器织布是怎么回事。我保证你们听了之后，对机器织布不会再有疑虑了。哦，什么先生？你们见了就知道了。有请约瑟夫先生。里面请。我很高兴见到你们，周阳啊，洋人，你请的是一位杨老师。约瑟夫先生是唯一一个见过机器织布的人，我请他来教教我们。他读过圣贤书吗？他知道礼义廉耻吗？我们凭什么听他说教？孔圣人不是说了吗？三个人里面肯定有一个是老师。人家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儿，为什么不能向人请教？你让我低三下四的听一个洋人说教，我吴玉泉这一辈子都不会低这个头。老四，先别激动。什么别激动啊？二哥，这把洋人都请到家里来了，成何体统？大胆妄为到这种程度，你说句话呀！这洋人又不是洪水猛兽。周莹，太莽撞了。我也是为我们吴家好。行了行了，谢谢你，别为我们吴家好了，行吗？你再这样，真不知道把我们吴家折腾成什么样了。二哥，我提议，让他把十一堂答应交出来，这个大当家的别当了。我不同意。我同意。二叔，四叔，我可什么都没做错。这已经大错特错了。还什么都没错，是。从今天起，我是吴家大当家的，我宣布。哎，哎，事儿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走了？这这这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这女人进六传厅去不是好招的。算了，这个六传厅啊，
以后别让他再进来。行啊，既然他不愿意参加柳川厅的盛会，那么以后所有的会，他都不用参加了。赵大人，刚才吴家送信来，说现银紧张，之前答应的2000股他们想要反悔，请赵大人海涵。是周颖的意思吗？周颖现在已经不是吴家的大当家了。 大当家是吴魏武，看来是我连累了他。赵大人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做？我不知道。小偶，哎，帮我拿个挖耳勺来。好，我就不明白了。 当初你为了拿到市一堂的大印，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，怎么他们让你交，你就交出去了？当初我要的市一堂大印，是想通过这大印把这三院团结起来，做些大事。但现在这二叔四叔话里话外的不信任我，我再强留这大印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所以我就更不明白了。 吴家三院能有今天，全靠你。眼看着日子才刚刚兴旺起来，他们就过河拆桥，不让你当大当家，这也太那啥了。所以干脆啊，我连柳船厅都不去了。那你甘心吗？当然不甘心。不过我做了这么多年大当家，也该歇歇喽。对。 让他们也尝尝当大当家什么滋味儿，他人挑担不吃力。当他们也吃吃苦、受受累，才知让你这些年做得多不容易。等他们挑不动这担子的时候，自然会来求我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主意啊！哎，不过错过机器织布局真是可惜。还有那赵大人，我在他面前夸下了海口。 现在食言了，他肯定要骂死我。少奶奶，夫人，请你过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夫人说这事只有你能解决。什么？ 把韩三春和千红撵出去，这韩三春干的挺好的。张妈，你说，少奶奶，前两天我清理家里，发现短了好多东西，都是些小玩意儿，有值钱的，也有不值钱的。这家里的丫鬟小厮都是老人儿，只有二虎韩三春是新来的。二虎这孩子，我看着倒是老老实实的。 就是那个韩三春，这里里外外都让人不放心。你们别疑神疑鬼的啦，这事儿肯定不是韩三春干的。那是谁？我心里有数。就算不是他，你也想个办法把他们两口子支出去吧。 娘，这东院的生意，现在一天比一天好，每天银两进出这么多，这韩三春能打架，让他看家护院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可他一个土匪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这日子过得心惊胆战啊！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万一他起了歹心呢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娘。 你看那王世军，他以前还害过我呢，但现在比谁都忠心。还有我，我进东园之前还是个小混混呢，现在不都改变了吗？那韩三春也就算了，但那个千红，如果他再留在东院，可要把东院的门缝给败坏了。千红怎么了？我都说不出口，你去看他就知道了。 行。
那我先去看看。忘酒醉在桃花。爹，什么事儿？恩赐一身。东院丢的东西是不是你偷的？说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我说，你偷的东西都藏哪儿了？不告诉你。果然是你偷的。爹，这自己家里的东西你还偷偷摸摸干什么呀你？什么自己家呀？这是吴家，吴家东院。你都待了这么久，经历这么多事情，还是不愿把这当自己的家？凡是有围墙的地方，都不是自己的家。要是没有围墙，那还是家吗？你呀，还是放不下吴聘，所以不愿意离开这儿。可是迟早有一天，你会自由的，你会想起跟我一起走的。所以呀，我得储备点东西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也许吧，但在那天到来之前，你不许再偷吴家任何东西。哼，爹。好好好好。不拿就不拿，你发誓。我发誓，反正我也攒够了。少奶奶在吗？少奶奶，韩先生，哎，少奶奶，韩先生。少奶奶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还没想好。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？这个你不用理会，我来帮你解决。不是。那是在东院不习惯？不，少奶奶，我现在有吃有喝的，生活有规律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。还有个事儿，挺好的。既然这样，那能不能不走？你一身武艺又能带兵，这东岳肯定会越来越需要你的。少奶奶，其实我也不想走，但是千红她不想留在这儿。为什么？她就想去一个不知道我们底细的地方安家。这样，你能不能先别做决定？让我先跟千红聊聊。行。赵白石上奏，陕西机器织布局遇到麻烦，暂缓筹钱。总算见到成效了，贝勒爷十分高兴。不过，还是让我们不要掉以轻心。赵白石这个人花招很多，千万不要让他抓住机会，重新起事。你还记得沈氏妥布庄的那个陶掌柜吗？曾经扬言要砸了古月杨木庄那个。你与此人多结交一下。以后说不定能用得着。是。我们把贝勒爷倒是敷衍好了，可是我们自己什么都没了。
怎么了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吴咏梅给我写的信。他把古月阳部中两成股份收回去了，并且要跟我绝交。绝交就绝交呗，反正你俩不是一路人。赵坤，我挨了这么多年打，我以为自己不知道什么叫痛吗？但是这封信真的让我很痛。你还是舍不得他？我不确定。可是我每次看见他，他都让我感觉暖暖的，从手心一直暖到心里。他让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活人。我也许不是舍不得他，我可能只是舍不得那种感觉。就这样吧。我原本算计着五年之内能够把那箱子装满，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。谁说不可能的？哎，这是要上交给贝勒爷的银子。你改一下，就不用上交了。我将来不想被埋在中官坟。机器织布局最终还是不了了之，太可惜了。赵白石贵为布政使，但还是斗不过杜明礼。幸好我们及时退出了。爹，你没觉得很可悲吗？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就这样被搅黄了。那些大人们的恩怨是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搞不明白，哼，也左右不了，所以根本不用操心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意做好就行了。只怕有一天我们沈家自己的生意也会被连累。走一趟汉中安康，看看那边有没有客商愿意入股。是。郭先生，你帮我起草一封信，问问张先生那洋机器可否分期付款。是。赵大人，您还是不愿意放弃。
处事未捷，壮志未酬，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二爷，这是宰相节策、存余节策总策。这是交关总、霍总、杂项总部总部。这是日清部、霍清部、银清部，还有霍清部里面的进货部和销货部。这是草流、细流。竟然需要这么多账簿啊！我们西院没这么多账目，生意不照样做吗？储尔丹有13种货品，共24个类，交由我们转发给东南、西南、江浙的37个客商，同时又有36家客商的45种货品交由我们转发给储尔丹。这其中又牵扯了若干的镖局与马队，各家的账期不尽相同，各家的扣点也不尽相同，哪怕是同一家，发往各地的价格也许都会不同。张管家，您说需不需要这么多的账簿啊？好了，以后就有劳舒先生了，我倒是料得轻松了。二爷，我这儿有一些事情要跟张管家交接一下。啊，说吧。你记一下。不用，我脑子能记得住。哎，你听好了。好，江苏皇家要的昆仑玉马上就要到泾阳了，但是通威镖局的老爷子没了，3个月之内他们不走镖，我们必须马上另换一家镖局，才不耽误送货。上月那批皮毛本来说好了是同家收，但是蒙古有家商人要跟我们抢，伊犁过来的马在路上水土不服死了2匹，这个亏损由谁来承担？必须马上定夺。湖南马家送来的砖茶有100箱，质量欠佳。马家不同意退货，这事儿也得立刻交涉。那批丝绸，土尔丹要得很急，江南曹家实在忙不过来，年底肯定交不了货，这事儿也得想个办法。还有这，王世军，周莹当家的时候，每天也要料理这么多事吗？二爷，比这还多1倍，因为您刚刚接手，有些不太着急的事情，你就先搁那儿。你等等，我还是记一下吧。好，统统说。江苏皇家要的昆仑玉马上就要到泾阳了。哎，哎呀，你看看这花开得多漂亮啊！啊，对呀，今年这花开得特别好。大嫂，老话不是说了吗？这花开呀，喜事来。嫂子啊，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都没管事儿。不好意思，脸色不好，我来晚了，可能心情不好。不好意思啊。干什么？今天天气特别好啊。所以啊，我特意把大家约出来看看花。对，你看花，那我们到前面凉亭里坐坐。来来来，景豪，走。啊，对对对，咱们去歇一会儿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快。走吧，去坐，慢点啊。好。
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今年花开的真美啊！你看看那边的，才好看呢，那个多好看呀，真是挺好看的。你看，嗯，真香啊！千红姐姐，你真好看。是啊，好看，真好看。你们嘴巴真甜。我们说的都是实话，真的。是吗？嗯嗯。哎哎，你们快看呢！是啊。那你们觉得我是放左边好看，还是右边好看啊？都好看。哎呦，这千红真是清红。你怎么跟这下人聊得这么开心？你也不管管，成何体统？哎哎哎，快坐吧，坐吧，来坐。来，娘，坐来坐。真好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的珠花不见了，那赶紧回去找啊！一定是落在门口了。小姐，我去给你找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喝点茶吧。这是新茶呀？对，尝尝。嗯，真香。嗯，好喝不？嗯，好喝，好喝。一会儿我让春英给你带些回去。真的？谢谢啊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周莹。周莹，喝，坐好。千红，千红，来来来，过来坐，来来来，尝尝青青爷的新茶，来，谢谢。哟，这花真好看，你喜欢？我帮你摘朵。别别，太红了，红才好吗？看看脸，别吃那么多瓜子了，吃那么多不好。娘，我小厨房还有好吃的呢，一会儿还有是别的呢，别吃那么多了。你坐了我的凳子。哦，荷香，拿帕子来把凳子好好擦擦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脏啊？我嫌凳子脏啊？不就是我刚刚坐过吗？你知道就好。哼，一小姐，坐吧，坐了之后一辈子都洗不干净啊。你干嘛？哎，完蛋了你！你吸了我的气啊！你不再是冰清玉洁了，娘！你怎么这样对我的孩子啊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到我们家来撒野？你太欺负人了！你明明是他欺负我的，你是欺人大仇了！不就一张凳子吗？来来来，姨妹妹过来过来，来来坐我的，过来！来来来，姨妹妹来来来来坐我的，坐我的，坐着啊！哎呀，这么好的天气，还顾得上生气？快！吃个枣，不生气了啊！你看，生气小脸都不漂亮了啊！千红，没事了啊，来，别生气，我们这边坐，坐。你也真是，跟小孩生什么气？千红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我还没记事的时候就被卖到院子里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多大。巧了，我也是没记事儿就被家里人扔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多大。我们都是苦命的人。哎，既然同病相怜，那我们就认个姐妹吧。这有两根草，一根长一根短，谁要抽到长的，谁就姐姐。抽呀，抽呀。你的长，你是姐姐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妹妹了。一妹妹，这是我新任的姐姐，从今往后你见她，也得跟见着姐姐一样啊。
姐。你怎么了？你说这二叔四叔当家也快一个月了，我听说啊，这二叔已经焦头烂额，四叔也是天天叫苦。哎，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叫我回去呢？不回去才好呢。一点都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咱们每天什么心也不用操，就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，该分的银子一文也不少，多好。我这一个来月什么事儿都不干，光是吃喝说笑睡大觉。哎，嘴里已经长了泡，脚底也长了鸡眼，头也晕，眼也花，反正哪哪都不好。我的少奶奶，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春杏儿，我呀就是个贱命，就得要累着苦着，被人骂着埋怨着，我这心里才舒坦。那你也别着急了，说不定过几天二爷四爷熬不住了，就会回来求你了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就怕我重新大权在握的时候，这赵大人已经让人入股机器织布局了，我就彻底没戏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得有个什么事儿，让二叔四叔早点向我低头。少奶奶，少奶奶。缠缠绵绵织成绵，我问思念应从哪边采，一轮明月升起来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。岁月有恨都在心扉，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，岁月有恨都在心扉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